天可是喝了有效啊，才答应接 M2 超能胶原的代言哦。大热门韩剧《爱的迫降》主角孙艺珍之所以皮肤年龄一直可以维持在22岁，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呢？噔噔，就在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美丽达人 Miyaki。 众人皆知，韩国的女生皮肤都特别好，想要 Q 弹的年轻肌肤，补充胶原蛋白是非常重要的。人们呢，过了25岁，胶原蛋白在流失是非常的快。就像你，比起同年龄的肌肤，是不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的更快了呢？最近被朋友疯狂的洗到这个 M2 超能胶原饮。是和玄彬要步入礼堂的孙艺珍代言的，你们觉得只有代言这么简单吗？不，孙艺珍可是喝了有效啊，才答应接 M2 超能胶原饮的代言哦。女生才懂女生的保养需求啊，缺少胶原蛋白，就算你擦万元的乳霜也救不了你。这个 M2 胶原饮不得了啦，米亚奇帮你跟市售的胶原蛋白饮比较过，它两个非常重要，非买不可的特色哦。一就是浓度最高。我们呢，一包有6000毫克，一般市售的胶原蛋白饮则5000毫克，我们足足多了 20% 呢，可以足让我们补充一天的胶原蛋白。第二呢，就是分子最小啦，透过韩国的专利鱼胶原蛋白生态，搭配日本专利树弓形丝蛋白，透过水解技术，分子超小超迷你，只有1000道尔顿哦，这样子它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效能哦。除了给你满满的胶原蛋白外呢，还添加日本专利100%的玄米赛若美，让你提升肌肤的水润感，上妆更服帖。还添加了西班牙专利抗老红石榴，里面含丰富的花青素，它呢可以阻止紫外线侵害我们的皮肤。一天呢只要一包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啦。重点来了，它携带呢是如此的方便。哎，你们想？哪有那么方便的保养品，只要一包在手，能量满满，随时都有。我要赶快来下单抢货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，肌肤维持在22岁的 Q 弹。可以嫁给玄彬吗？还是我可以谈到恋爱？